春滚烫一壶水，把杯喜酿成了茶叶，寒与泪展开了苦和甜，这一杯呀叫岁月。回忆是自己寄给自己的信件，每个人都有厚厚是明天寄给明天的诗篇，你为我写下幸福的一页，一起走过的路开出一座花园，每一朵花诉说一段从前，那些感动可以战胜时间，时隔多年了，爱依然芬芳蔓延，像只蝴蝶，雨后有彩虹和清澈的蓝天，微笑肩并肩，坐看芳草碧连天。阿英呐、啊，阿你是安怎啦？阿饭也袂当好好啊食，啊，啊甲办公室安尼涂甲乌甲规个足垃圾的，足歹穿的，你知影无？我无甲志才去饮酒啦。阿英啊，有当时吼，你嘛爱照顾你家己，知影无？啊，我总是嘛会无闲出去一个啊，安尼你无多照顾你家己吼，足忝的呢。我要食饭，阿豆腰。啊，无我来买水饺好不？啊，你先看鱼啊，等我回来，吼、哦。老板娘，那、啊、这个怎么卖？350。三倍哦、喔，太多了，只有我跟我太太，一倍就够了。啊，怎么卖？20块。20块哦。哎呦，你一问简单嘞，大家拢在恁爸买菜，有够好哎。那有啦，阿婆看了一个，应该的嘛。啊、哦，谢谢哦、喔。阿姨，阿姨，哎呀，两夜搁有嘞，哎，啊导游奈拢无看啊，还搁进导游，哎呦，啊这金针这回奈这只歹啦，我上礼拜这哦，先生，礼拜三啦，阿英啊，拍子拍子，阿英啊，你在这做什么？洪安呐，啊，这回金针无水啦，啊奈改安包个一包一包，突然安尼缩起来啦。我们家杂货店4年前就关了，这是把人刀尾了。走走走，我们回家回家去。关了。对了。那有乖啦，啊，咱家迄个玻璃柜啊嘞啦。我给你拍摄哦。迄个玻璃瓶啊，啊，搁有一个日本红啊，有啦有啦，真水啊，啊你。有啦有啦，拢伫厝里吼，我转下再摕互你看，好，行行行。这头发哪会拢安尼白啦？来。阿英啊，阿
摆吼，我今日坐乌托邦唔通乌白啪啪走时，你着坐好好。啊，无若行无，我是找无你着胖见安尼，知影无？来，坐好吼。安尼啊，来来，我吃你，我吃你，好啊，嗯。啊，来，好，好，我开大口来，嗯嗯。好，来，吃点菜。慢慢咬啊，慢慢咬，慢慢咬。你看这件，好可爱啊，好像小公主哦。对啊，颜值穿起来哈，一定超高追。哎，你当时就买嘛？我是买买。现在内湖的房子刚买，贷款很重，要省点花。小姐，把我包起来。好，分开包。哎，没问题。姐，他是说不把劲呐。哎呦你哟，妈妈已经退役了，现在你们家收入也变少了。你哦，买卡欠的，后摆囡仔读书哦，爱开偌侪钱，你知不？如果敦化问我，我一定跟他哭穷。但是是你问我，我就告诉你咯，我升官了，而且还加薪咯，薪水还不错。真的假的？恭喜你耶！麦克把人供哦，我现在跟敦化去续报薪水，我都说我是回娘家拿钱的。为什么要这样啊？不是啊，他不会理财，又不会投资，哎。钱都乱花，但是我一再要都嗨了啦。你在看中医书啊？不做直销啦？你不是不希望我做直销吗？那我就不做了，改学中医实在点。之前啊，我学过一些皮毛，现在我想把针灸学好，将来就可以跟阿妈一样，全无忌事。真的假的？你学中医要做针灸师啊？是啊，你会相信啊？哎，其实我是替你们完成阿妈的心愿呢。阿妈在生前不是一直很希望有子孙可以继承她的专业？把中医学好，好帮助别人。现在啊，我想把中医学好，以后开个诊所可以赚钱养家，这样就会跟阿妈一样替人治病，帮助很多需要被帮助的人。嗯。哎，可是你现在学中医会不会太晚了？感谢阿妈，我们交往的时候啊，阿妈已经教我很多了。我现在可是有中医底子的。你选这个职业，我全力支持你。哎，志才啊，好久不见！来来，穿起穿起穿起，请进请进。好好好。哎呀，阿英啊，你还记得志才吗？啊，还记得不？阿英，志才，志才，吃水果啦。哦，好好好好。志才啊。哎，你要招洪安出去饮酒哟？你唔通安达边来就要招伊饮酒啦？逐天拢安舞到三更半暝才转啊，安尼真唔好呢。来个讲啊，来个讲啊。唔是啦，啊恁逐边拢安饮到三更半暝才要转来，啊有当时安尼饮烧酒醉吼，转来还甲人冤家娘子，
我店门也无法度关啊，人同咧厝诶，拢安尼戆戆啊等，戆戆啊等，真嗨啦！太岁啊，阿英啊，那个时候的饭局也不是我邀的，我也是人家叫我才去的。一个人吼，伫咧厝诶啦，还有该顾囡仔啦，还搁做生理，叫会进会，还搁计较咧。啊，规工安尼无闲气气，无闲气气的。啊，洪安规工拢无伫咧厝的，拢唔知影人做人的辛苦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阿英啊，过去的代志莫阁讲啊啦。食水果，食水果，好，来来，食水果拢互你食，好，替你哦，好。啊，你是唔通阁招阮洪安出去饮酒哦？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志才啊，我们去那边哈。你吃水果哈，来呀，志才，这边坐，这边坐。好，志才，不好意思啊，阿英老讲以前的事情，再怎么说就是那些啊。没事，哎，想不到以前头脑精明的阿英，现在倒变成这个样子。洪安，你说自从阿英病了以后，都是由你在照顾她的，那真是太辛苦了。梁旭也会帮忙照顾了，只是我们照顾的方式不太一样，常吵架。哎，洪安，你怎么没考虑到把阿英送到看护中心呢？看护中心啊？是啊，听说那的护士啊，照顾人都挺好的，人家可是专业照顾，哪像你们父子俩都顾到翻脸了。再说你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，慢慢的也需要人家照顾，怎么还顾得来阿英呢？送去看护中心啊，对大家都好，阿英呢能有好的照顾，你自己呢能够好好的休息休息。洪安啊，人生的路还很长呢，你可要好好保重啊，为自己考虑考虑啊。啊，你较早不是常爱看厝，我即马带你来看一间厝，啊，看你有喜欢无，好无？阿姊，阿英啊，你只等我一下，好，我念咪出来，等我哦，好。不要紧，因拢是病人吼，也需要人照顾啦，免惊吼。啊，阿英啊，咱来遐行行看看好不好？好，行行，谢谢。阿英啊，你看，这环境吼，足好个哦，对不？啊嘛，足侪人个呢。
阿英啊，两位陪你开讲呢。阿你住在家好不好？我住在家，阿英住在家。阿英啊，你听我讲啦，这环境足好诶，有人陪你开讲，较袂无聊啊。啊，无你一人伫厝要创啥？我无怕病，我不爱住家啦。阿英啊！你袂用惊，我袂阁放手啊！我会甲你牵条条，吼。还有这边有一张哦。还有，哎，带热茶来了。啊！是说你生火高手，不赶快来生火，等下怎么烤肉？啊！我有没有看我拿两袋东西啊？你先叫别人生吧。哎，你就不然去生火吧，好吗？哦，好啊。直接把木炭叠起来就可以了哈。阿姨，我大小姐，但要先烧火种，再烧报纸，然后再放小木炭啊。麻烦呐。等一下，还是我来好了。你们把这些东西拿去洗吧。你是老师吗？这么喜欢叫人家做事情啊？我不是老师。但是我是班长魏良旭。班长你好，我不会洗菜，也不会切菜，请你离开。好了没啊？啊，好了好了。哎呦，还有还有还有！好香哦！这里。掉掉掉！哦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啊哦哦！你们去什么了？怎么了？烫到了！哎，酱油酱油酱油！快快快！不对啦，要用手啊，把沙子包起来啦，这样子才能消炎。哎哎，听我的啦。哎哎，这什么年代啊，还在相信泥土牙膏酱油的？你怎么知道被烫到要泡水啊？尝试好不好？泡冰水至少不会起水泡啊。是我的反应够快，有资格当我女朋友。神经啊你！你脸这边黑的。用水擦，用水擦。自己擦。喂！
空间很够，而且呢阳光采纳度也很够，每一间窗户都有在房间。好，那我们再商量。好好，谢谢。如果什么需要的话，随时欢迎联络我。谢谢哦，如果什么需要的话，随时欢迎联络我。谢谢，谢谢，慢走。谢谢，谢谢。先生，嘿，你也来看房子啊？我来找我女朋友去吃饭啊。你女朋友？她在这边工作？我知道有一间新家庭还不错，我们一起去吃好不好？我？你慢慢等吧。上次好像有人把我丢在河边。请用茶。那你介绍一下哈，我们这边的格局呢非常的方正，不管大小平数都有，而且每一栋的栋距呢至少20米以上，所以住起来非常的舒适。谢谢，我会再跟你联络，谢谢你哦，谢谢谢谢。恭喜阮定珠小姐推荐郑天龙先生购买 F 栋10楼成交。就穿着外婆的衣服躺在床上，这时候小红帽就来了，咕咕咕，外婆，我是小红帽，我来看你啦。我说，哦，小红帽啊，快进来吧。这时候小红帽觉得奇怪。外婆，你的声音怎么变得这么沙哑？因为我是大人。这是小红帽，这是小红帽，是你对不对？胖嘟嘟的一定是你。你看起来比较好吃，不要过来。看起来肥嘟嘟的好好吃哦。我两只一起吃。吵什么？你们叫妈妈不像妈妈，小孩不像小孩的，闹成一团在干什么？哎。你很扫兴哎！我们玩得很高兴，大家大声笑啊，不然要哭吗？谁家小孩跟妈妈这样没大没小的，这样成什么规矩？胡大师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亲子互动啊？玩游戏本来就是这样子啊，不然你要叫他们理正赏析啊？搞好亲子关系没有关系，可是你教育小孩的方法不对啊！父母子女就要一定的分寸。你不跟他们守规矩，他们以后长大就不会守规矩了。对，规矩规矩，你只会讲规矩，你这样跟小孩的关系会好吗？我在教他们知书达理。知书达理也不能死板板的什么都不能做啊。为什么每次我教小孩都给我唱反调啊？我们玩得再开心被你骂，我才觉得你莫名其妙。你真是不可理喻啊你。梁旭啊，就我公司。爸，梁旭啊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妈妈在病床，啊，你甲照顾起，我有代志要出，知影无？嗯，啊，星期完工哦，我早就甲你讲过，爱请一个来斗三工，无咱拢补袂过来啦。我出来，我出来。不是爸，伊唔是。你妈够好哦。不好意思，我爸他。没关系啊。妈。妈，妈，你后悔？我礼拜啊！哎，梁旭，你妈不是在厕所？梁旭，妈，这个我们朋友啦。多谢你不敢聊，小姐真水，
小姐，看戏啊！来，妈，来一下这吼。看戏。妈，你坐一下看戏啊吼。来，坐。梁雪，我母她。我妈妈她得了老人失智症，她身体的机能都在慢慢退化当中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要保姆她。没关系。我妈妈她是一个很好的母亲，她为了我们这个家付出她一辈子，只是没有想到就在可以享福的时候居然得了这种病。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上天对她很不公平，我妈妈为了生儿子吃尽苦头，到最后没想到却只生了我一个儿子。你说是规矩规矩，你喝那么多就有规矩了吗？我出去喝酒，我烦到死了。起来啊！什么样子啊？喝酒喝有必要喝这么醉吗？我哪有喝醉我？喝太多了，金泉，金泉。新娟，早餐已经做好了，人呢？那不送小孩上课了？哎喂，麻烦请找魏信娟。啊？他今天没有上班啊？什么？你们公司要结束营业了？是吗？哦，哦，好，没，谢谢。信娟公司要结束营业了，怎么没有跟我说呢？
喂，外星粉你好。千娟啊，啊你是倒位啦？我伫南部啦，我无代志，你别烦恼。哎，大十四给你催你呢，夫妻吵架嘛，吵吵就算啦，你紧回来啊，大家拢做烦恼的呢。我伫个南部的一个庙内面啊。等我的代志想清楚，我自然就会回去啊。哎，你不要想太多嘛。大师的脾气跟个性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夫妻吵架难免，今天小朋友还小哎，需要妈妈哎。夫妻相处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啊，知道不？其实我跟大师也无什么大代志，讲来讲去吼，就是管教囡仔的问题啦。我现在赶快。哎，好啊啦，莫讲这个啦。你让我冷静想个清楚，吼。对啦，阿姊，你先莫甲大师讲我伫倒位，我暂时无想要让伊知影。好啊好啊，无你家己较注意。好，我知。拜拜。才买一个便当而已，你就安尼。我这女儿无闲，啊，你敢袂用家己去便所洗？来来来，摆来是买便所，就较早讲的，唔通安尼啦。爸，是哪样啦？拢是你啦，啊，唔较早来上班的。我一个人还接电话买便当，还去照顾你妈妈，根本就舞袂过来啊！我透早是去找客户，我唔出外口拍拍照啊！啊，我就去拍拍照是。你看你妈妈呢，放甲规裤底。阿妈今麦就破病，你有啥物用讲？你莫用骂嘛。我带你去便所，换衫好不好？好。来。你带你去换衫哈。你甲梁旭讲啊，做人是细，袂用甲阿爸安尼应出应子啦。好，我等下甲伊讲，来去便所换衫吼。我知影你妈妈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，要不我就是忍袂住嘛。我有提过来要互甲换，阿伯多谢。到时我斗相共。免啦，我甲抹就好。好。你是在创啥？梁旭要下班啊，我要煮饭给伊吃。阿英啊，
啊，你内水无要关，啊，家属也无要关啦。啊，对，要我来去厨房。没，你别搁里面厨房啊，你去遐坐，你遐坐。我来厨房啦。我甲你讲，没，你去遐坐，我煮好你食就好啊。对，安怎？先来哦，厝里人传烟啦。啊！着恁母啊，讲要煮物件，啊，毋知安怎煮的，规间厝烟蓬蓬啦，还袂输敢若火烧厝咧。梁旭回来啊！梁旭，我煮饭给你。我甲你讲，唔免，我煮得好，你去遐坐，去，去啦。点心了。全部都拿出来，一个礼拜都吃不完，你知道？喂，请问阮定珠小姐在吗？她请病假。好，谢谢。爸。我有代志出来先，有电话帮我接起来哈。哎，你等我，等我一下。哎，梁旭啊，梁旭，梁旭啊，梁旭，我嘛跟他无用呢。就跟你说，我是感冒引起的肠胃炎吧，还要戴口罩，还戴帽子，跟抢匪一样。你一个人住在台北。有没有家人在身边照顾你？不管是感冒还是拉肚子，都特别小心。来，吃药。娘跟我爸一样。我才大你几岁，了不起当你哥做不了你爸。哎，梁旭，所以你是一听到公司说我请假，你就带我去看医生？是啊，我是真的担心你没人照顾，所以我想照顾你一辈子。定珠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的肠胃不好，所以要嫁给姓魏的，这样胃才会健康啊。还是习惯你这样说说笑笑的比较习惯。定珠，我是认真的，我真的想要照顾你一辈子。我要吃药了。别想太多了，信娟一定很快就回来的。都是我不好，前一阵子我没有注意到她工作上的问题，我还跟她吵。你是应该跟她道歉啊，她心情就不好了。你不但没有安慰她，还因为孩子教育的问题跟她吵架，当然她会觉得委屈啊。这也不能全怪大使啊，我们男人的心思啊，不像你们女人那么细腻。有什么问题不说的话，我们又无从猜起啊。就像信娟好了，她工作上有问题，她不说，大使怎么知道心情不好啊？哎，是不是啊，大使？现在只要信娟能够平平安安回来，真的，什么都好商量。西芬，信娟她有没有跟你联络？如果她要跟我联络的话，我一定会立刻告诉你。信娟她没有跟你联络，她没有回爸家，我连阿姨跟叔叔那边打电话问过了，他们也都不知道。信娟她到底去哪里了？会不会遇到坏人了？定珠啊，不好意思，本来明天要带你出去玩的。现在不行。怎么啦？你有事啊？因为我要带我妈去拜拜，还要带她去看中医，那家中医很难挂上号，所以一旦挂了号就要去。应该的啊，你一个人带你妈去吗？姐姐他们都在忙，爸爸不行拜拜这一趟，所以我只好一个人偷偷带妈妈去。
那我陪你去吧。你要陪我去？嗯。可是我妈她不是一般老人家，她出门不方便了。你确定吗？就是因为妈妈行动不方便，所以我更应该要陪你去啊。不然你想想看，妈妈如果要上厕所怎么办？梁旭，我现在陪我们进去挂号。丁柱，谢谢你。我一个人又要停车，又要照顾妈，实在忙不过来。不用客气，反正就是朋友应该做的。阿木，阿老家，梁旭。妈，我去停车了，我先来。好。店主先坐那边。阿木来哦，下地哦。妈来啊、哦！祝福啊！好，下地哦。好。来，大家行。好，等下。来，祝福啊！哈。来，下地哦。大家行。再坐一个，好。阿母，你别惊，我去挂号，我等一下就来。别惊，只等我好不好？梁旭。梁旭，梁旭的，梁旭，你还稍等下啊？好。梁旭，梁旭停车，等车就回来，好不好？来，俺在家等。俺在家在家等伊，好不好？梁旭啊，去停车，来。红安回来呗，红安回来呗。阿母，梁旭爸爸无来，伊伫公司接电话。讲电话。嗯。红安上爱讲电话，拢无要顾店，规天爬爬走，爱讲电话。阿母，你莫有白想啦。阿母啊，过一点钟啊，你想要去便所无？我带你来去。梁旭，你在发什么呆啊？没有。注意一下号码牌，我带伯母上一下厕所。嗯。阿母，哎，去便所，来。哎，慢慢走哦。好，慢慢走哦。来去便所哈。来去便所好不好？店主这里找乌烟娜真难得，年纪轻轻的就跟着我带着我妈到处看病，对我妈够劲够傲。阿伯，我来结婚哦，一定有法度把我妈照顾好些好些。大婶，吃饭喽。你们先吃吧。来，人家龙兄吃饭喽，手洗了没？洗了。好，走。喂，信娟，不是。请问你打几号？你打错了。新君，你到底在哪里呀？
求过婚了，他怎么说？那个定珠到底讲什么啦？无啊，伊也无讲啥，干那底下笑。我要劝你，一个女孩子家要知道检点。如果对对方没意思的话，就不要成天往对方家里或公司跑。你拿的信要去哪里？你要我说什么啊？你的家人又不喜欢我，我留下来干嘛？你让我走嘛！我们移民申请通过了。现在你要去美国了，谁来号召我们大家大团圆？没有你在，哪叫大团圆？以为走过几番风雨，终会等到雨停，却在心底有悲欢喜，重复轮回的宿命。这一生执着，几时能看透？